心，奶油厚腐，铸造不粘锅，质感奶油木纹，天天料理都开心。白菜烧豆腐，白菜烧豆腐的所有食材。美心奶油厚腐铸造不粘锅双锅组，实木手柄好拿好握，锅内无铆钉，清洁无死角，强化聚热导磁板，适用各种炉具。大白菜略切，豆腐切块，五花肉略切，开中火，倒入油，稍微润锅，豆腐下锅，菜和筋不粘涂层，导热快速上色均匀。煎好的豆腐先起锅，五花肉100克，拌炒至油脂释出，加入蒜末、葱白，拌炒至香气，少油也能轻松料理。香菇3大朵，木耳60克，加高锅身拌炒很方便。大白菜600克，一锅搞定，煎炒煮。盐、胡椒粉各一小匙，素蚝油一大匙，水120cc。28公分炒锅适合大小家庭，奶油配色整锅上桌也好看。盖上锅盖，细胶边玻璃盖锁住食材的美味。芝麻香油一大匙，撒上葱花，白菜烧豆腐就完成咯。除了炒锅还有平底锅，五道强化锅身适合各种料理，煎煮炒炸卤一锅搞定， IH 炉也能用哦。细胶玻璃锅盖，轻松观察料理状态，新手也能出好菜。栗子鸡肉饭完成咯。还有雪平锅跟玉子烧锅可以选购哦。18公分黄金尺寸是厨房最实用的大小，单柄汤锅设计，穿烫煮汤都好用，一体成型，导热快速，料理新手老手都必备。可爱的玉子烧锅也是实用的早餐锅，小分量一锅搞定。美心奶油厚腐铸造不粘锅，让每天料理都充满热情。